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没错，我们看见就原来神有意就是将他的可以说镇山之宝，就是基督教的这本的圣经，是刻意用这个这么有趣这么独特的连锁方法来铺排的。而这种铺排我们真的亲眼见在过去的二千年当中，当科技会让人类的明白有限的时候，圣经是一本很简单的书卷，很简单的书信。但是随着过去这一百年的演变，按着诗篇的演变，圣经的铺排竟然直追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时代的需要的。我们看到他在二千年前能够去祝福到当时的信徒，但是一百年前一样得，五十年前一样得，五年前一样得，今日一样得。因为里面所讲的预言，里面藉着拜谱曲所摆的这些的铺排，在启述所讲关于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要知的真理，而最重要的就是藉着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才见到神在话语当中的这种铺排，每一个题目你都发觉从它的渐进的对比，我们看见神整个计划的心意，整个蓝图的概括，我们可以整体的去看启示录，我们可以个别的去看里面讲的吹角节，我们也可以个别看吹角节里面的每一种树它的演变，每一个收割代表的意义，它橄榄树它油方面代表什么，葡萄树这些的葡萄汁又代表了什么，无花果树的果子又代表什么，每一样我们看见它是中横交彩整本圣经里面去给我们看见神的伟大。那你更加没有藉口了，神去写成这本圣经这样铺排，我们连去读都懒得去做的话，那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还怎么配得去称为神的儿女呢？是吧？所以从我们讲到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怎样容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亦在我们面前打开了这个秘密呢？事实上主耶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当时身边的这些门徒就是这些好心田，他们愿意去跟从主耶稣，他愿意在态度上面生命上愿意付出他自己的代价。如果在今时今日，那我们怎样可以实际将这个教训融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田地，又或者圣经里面所讲一棵好的树。因为圣经里面所讲，我们看先知又好，或者任何一种的侍奉也好，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会结坏果子。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藉着神的话，神的明白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产品。那个产品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这些启示，这些的智慧呢，你真的会看到在这些的先知或者这些教会身上，在他们的待人接物，他们自己的婚姻，他们生儿养女，他们自己的侍奉当中，那些全部你发觉不可以急功近利的，你发觉是一年接一年去培养，十年端十年的去栽培的。但相对恶人就不是，你会看见恶人呢，他们一阵间就在神的面前消化，无论是多高傲多么骄傲，但你看到他对自己或者对身边人的毁坏呢，正好对比回圣经的这个的实例，就是一个坏树结的坏果子。又或者甚至你会看到是圣经所讲一个不好的田地，种满荆棘蒺藜。在这里我想给一个例子去理解什么为之一块好的田地，用最简单的概念呢，你能够去理解到的。那这个方法就是其实我是跟我自己的仔去分享的时候去讲的。我跟我仔去讲的就是，或者你会奇怪我有什么方法去教我自己的仔怎样去理解全职有什么好处呢？那我就讲回给我仔听。此恩，如果你想想你信了主之后，你爱神，你本来以前是一个不爱主的人，但现在爱了主了。但问题，如果你还要回一份工，日日都要讲大话的。你不讲大话的话，老板不给人工你的。你的责任就是有人追债的时候，你打电话要跟那些人讲大话。有政府来查这间公司的时候，你就对政府讲大话。你对客人的时候那样东西坏，你不要告诉他们，去欺骗他。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信了主的话，他觉得很痛苦，但为什么他觉得痛苦呢？是因为他有这份良心嘛。每一天去上班的时候，他
他都不想这样做的，他不想用欺骗的方法、伤害人的方法去得利，但他没得选择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光景。所以我就将这一点去教回阿慈恩，我就说，所以你要看到为什么好些人呢他会懂得去珍惜全职，因为他在外面讲大话又好或者什么又好，就算赚了这些钱他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但他反而回到神的家全职之后呢，他反而回到一份工作是要诚实的。你想想，如果对于一个重生了的生命是多么开心，是不是即是又可以有经济生活，又可以侍奉神，有永恒价值，并且呢使到个良心不用痛。但是调返转，我们看回另一样东西，我们看见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块好心田，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全职到最后都做回熟悉的工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反而呢他觉得呢教会不给他讲大话，要他诚实，要他付出，他反而觉得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迫害呢？如果当你作两者对比，你就会看到一个初信的人，他开始有一块好的心田，但另一方面呢，反而有些人觉得诚实、正直、爱人、付出、委身，反而是一种剥削，而甚至要离开教会，甚至不全职，甚至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对教会不利。那你要看到从一个正常的概念去理解呢，前者就是一块好的田地，一棵好的树，后者是一块已经坏了的田地，并且一棵坏了的树。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紧靠着你，同你一起，让你话语除去生病，今我已立志全降服你话语，面对难阻也不舍弃，爱你永没怕走多远，往万里爱你再莫惊冷或暖，悲与喜我心要依靠，靠主你应许，每天按真理诚实爱你。